按下几下够用了。那补刀呗，没有压刀的必要了。咱就把自己发育好就行。硬压的话很可能被凯隐抓，毕竟我们带闪现。他这个 W 技能得骗，不能跟他硬打，不然会被他 A 很多下。二级以后就好说他，一级他有 W 就跟他换，二级以后就很好说了。出来消耗就可以了，这英雄没什么回复能力，回血回的也挺难快的，跟他慢慢耗就可以了。但是没有 W 出上去要掉好多血，一套电刑还是挺痛的。要刺得快，刺得狠。有点理解不了，但是我线好亏啊，这个线不是很舒服。没法走吧，这个不走了怎么办？不能卡线，我走着干呗，怕他个屁！没有闪现去的前期有点虚弱，但是过渡在前面几波就好了。这英法犯病的，马上就好。去买药呗，早点买药对线比较好对一点。把线拉一下，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这一套半血好爽，我从不退缩。没人来上路抓人呢，这东西在上路他也待不住吧，这英雄。我得亏点线才行，他不亏线我这回家回的不舒服呀。他这波应该是要毙了，那亏点线，亏点塔皮吧。
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马上就好。弹幕注意素质呀，弹幕可以刷屏，注意素质呀，别搞得主播跟整个斗鱼主播为敌似的，我这么点腕只能欺负欺负小主播呀，注意你的素质啊。感觉我这里是不是缺防管，确实有点缺防管了，弹幕的素质有点差了。疾跑，我疾跑开润，呵呵，好急对面。哎，刚什么东西减速到我了，瑞兹 W 是吧？瑞他还有E技吗？他没E我再冲，我现在升级了，让我升级了那没办法。装备再说，对吧？十分能补九十多档，但是不想补，直接走了。早点把神分做出来，不然我强制期到不了。控制链太足了，对吧？没啥办法，像吃塔皮呢，别乱搞。明明像塔皮吃这么舒服，这样搞不合理。飞天呀，不过换了两个也够了。我操，我是真打不了，弄得好难受啊！优势突然就没了，被你弄。建议打团确实有点鸡肋。这波要是一个同等发育的鳄鱼，估计这波能打。鳄鱼确实厉害点。我的剑准备好了，根本就拉扯不动，剑姬需要拉扯啊，不能拉扯的剑姬，狗都不是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打慢点，打慢点，帮我推塔，先帮我把塔推了呀！他妈的，马上就好，打这么急干嘛？忘了推塔，我建议怎么打出作用？选个蜘蛛不合体是吧？妈罩子破了！刺得快，刺得很。
一直没有好的办法呀。这英雄没有硬控，他不会被剑姬晕住的，而且比较能拉扯。我 Q Q 不出来，我去，不然他死了。刚刚说话不管用了，上了半天看不到人了。队友确实不会围绕呀，不过是我把他赶走了，我是赢的，但是赢的不够多，把他杀了我们能推完，杀不掉只能推两次。可以试一试，那凯隐就往这边靠了，然后我把疾跑用了呀，但是这么多钱不能不要的。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下宝宝了，回家。这波吃的很爽，三层塔吃爽，丢个眼让他迷惑一下。这个眼哪来的啊？够了够了，怎么打都算的。先买个水银先。剑没有办法呀，但确实没办法。缓一缓，不着急，不打，跟着队友打团吧。我这个打团比较舒服一点，毕竟有个疾跑，疾跑打团比较爽。被弄了呀，我这被针对了。我的剑准备好了，狠狠的弄了我的上。装备还不错，中等装备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强度很高呀，不一定能赢他。化作法力，这就对了。不要犹豫。暗无千分，带货打。不然当标题党是吧？中大了，非得杀我，跑都跑不动道了，非得杀我，牛的。
不过这波闪现应该骗不出什么技能，起码把这边技能骗干净了。但对我的恶意好大呀、技能全给我。再过两分钟才能做出两连号，还得再等等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有时候老分不清这奶妈沉默到底是沉默我还是沉默对面，老分不清楚，像把自己沉默了似的。哎呀，跑不掉了。准备去死吧。我没有对手，该你了。刚猜一手草丛里面有凯隐，主要这个人是红凯，所以说猜一猜没什么毛病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这个脸爆弹不一定打得过对面。我的剑准备好了，啥都被做掉了，主要阵容没有控制，费劲。阵容缺点意识，对面要逼大龙了，有点没办法。我带上也带不动了，太能送了，大龙也没法去啊，那种五个人去不了，没啥机会，接着发育吧。不要犹豫。手里没惩戒，疯狂，确实有点疯狂。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我没有对手，暂时带不了什么线，这装备太差了，碰到对面来抓了，没法应对。这把还是得买破灵子弹带才行，我现在多吃点经济算了，不多吃点经济装备做不出来了，现在必须得吃两路了。
个没必要的，杀我一个人头换一条小龙也亏呀。这对面有点没脑子，为了抓我掉一条小龙确实没必要的，不要出点毛病出来，我走就走，队友玩的太闲了。漫天飞雨，妈的，这玩的有问题，这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？我的剑准备好了。他们第一时间就该往兵力那边走，哎，兵力没大就应该弄他，往那里走不合理，撤退方向出问题了，不然的话这波兵力第一时间被集火了或者丢掉的话，正面随便赢，起码是不会被开这么惨，玩的确实有问题，不要犹豫，多爆他，多爆他！不烂了，还行吧，三换二也没那么亏，没亏的话，他们也没法推高地。主要我他妈不一定打得过卡莎，是我最大的问题。打得过他不？我不知道呀。好像打不过他走。那我把 TP 浪费了，坏了。他直接撤掉了，他好像看到我在后面。但我确实打不过他，我没有这个装备，我只能阴他。我跟他正面切磋，我不可能是他对手。那确实没办法。有点难玩了，有点。什么团呢？这波确实只能打团，没有 TP 了。把视野抢一下，找找机会吧。这他妈凭什么可以走呀？我还不该放 W 的是吗？哎，这个人怎么往前走？首先看一红凯挑人啊，他怎么往上面打？有点夸张了。少两个人，哎呀你妈妈的，打得真费劲，这不打完终于可以带线了。还行啊，这不打完双龙会了，很舒服了。
双龙会啦。不要犹豫。对面应该抢不了，对面没有打野，凭什么跟我们打？看这里会不会蹲，我不知道啊。直接打会有风险，对面打野可以过来，拿出来的。先带波线吧。剑姬要赢一把游戏确实是比较难，这AD14杠2赢不了，他们上单爆了，没办法。